去到极乐世界。人有不受侵犯的自由，生物也该有不受惊吓、捕捉之权。九九流浪的河沟，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这难以接受。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告诉各位，习惯性很麻烦。你想想看，我早上为什么一下子就跟各位讲，我吃饭一向速度都很快，几分钟，我吃一餐饭几分钟啊？五分钟哦，你看你们都好用心啊，对不对？好啊，为什么我吃饭五分钟？某些因缘造成我住在上面，那因为我住在上面，结果那个地方啊，就是它就慢慢的，我都是习惯这样啊，习惯这样，习惯这样啊，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结，所以英文字叫做 complete， 就是从这里来，它就是变成一个结啊，所以你们想。那个树你要去接枝是要从哪里去接？对那个木，对不？啊，那一木心印是对到了木，也是对木，对不？啊，所以你那个缘所缘缘，我们在缘起的过程，你要知道哦，当你常常住的地方，它就会绷得相应的，它就会出现，然后出现的从那个地方就会让你的眼因缘，然后我们的六根六尘啊，然后就会所缘缘，对不对？然后在所缘缘的过程里边，它是没有间断，所以无间缘。然后呢，不断的无间无间，一直的开展，一直的开展，一点都没有障碍。那么这时候就叫做真善缘。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一生里边呢，常常被这些习惯拉着走，然后呢，这一个力量就这样一直拉着我们。那我们，你看，连我吃个饭，都因为我曾经有那样的眼，然后我住在上面，结果住在上面，我现在就发现不对了，所以我修行以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调。所以有时候你们跟我吃饭，你要吃两个小时，我就陪你两个小时，但是你必须要跟我一边谈话哦。如果不谈话，你要我陪你吃饭两个小时，门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我五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我干嘛要两个小时？我有一个亲戚，他呢娶媳妇，然后在最出名的饭店，然后在最出名的那个地方举行那个婚礼，那个是我最痛苦的一餐。从十二点我就去坐在那里吃到下午四点半，结果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睡觉了。为什么？因为我就看自己的呼吸啊，啊看看，因为我知道，反正你要走也走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他的
很自清啊，啊，所以你只好坐下来，啊，只好装装样子，啊，我怎么装？我就面带微笑，啊，然后就开始数息，从一数到十，然后呢又从一数到十，啊，结果数息以后，啊，习惯了，因为我晚上在睡觉也都会数息啊。啊，常常就这样啊，结果熟悉久了以后，啊，结果就忘掉了时间。啊，结果我太太说：“走啦，结束了啦，不要那么没有耐烦了，一点都没有教养，对不对？”好，所以我自己也很清楚，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你那个在缘起的过程里边，你必须要了解空、假、中。什么是空？因为它是生灭现象，所以没有绝对性，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跟朋友吃饭，我可以陪你啊，但是我呢，还会利用那个时间跟你谈一些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才100年，那你这100年，当你立定了这100年你是要做什么，那你就会很珍惜这100年。有一天，假定我100年多了，我还坐在这里上课，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哦，这教授就老了，还是会觉得那个是人妖，那么老，老而不死？好，因为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寿命是100岁嘛，对不对？啊，所以假定我们活得好像，也许我有一天真的活到100岁以后，哎，100岁还不老嘞。日本人他们有一个岁数叫做茶岁，茶就是喝茶的茶，岁你的岁数多少那个岁，因为60年。那个是我们是说寿命，寿一甲子嘛，哦，啊，所以呢他们也一样啊。其实我们是古来稀啊，所以日本人也叫做稀岁，他就是古来稀的稀岁。然后呢他们再来是77岁，然后再来80岁，然后再来88岁。那88岁他们叫做米岁，就是说你的米也吃不了，也可以慢慢的吃的啊，到那个90岁啊，然后99岁，然后到110岁叫做茶岁。什么叫做茶岁？你的茶要真多熬的，你可以慢慢的啉的。好，但是呢就是说事实上那个是日本人他们的那个计算方法，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也不管这些，但是呢最少我们自己呢衡量大概这100岁里边，100年里边，你是要很愉快的过这100年，还是你要很无奈的过这100年？你们自己想想看。假定你把教书当作快乐的100年，那你天天快乐啊。你看我把教书当作快乐的100年，所以假定学生不让我上课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寂寞啊。但是呢，如果说有2个人陪我聊聊天啊，像昨天晚上有2个朋友跟着我一起聊天，我就说先打坐啊，陪我聊天你要先打坐啊，做完了啊，我就告诉他怎么打坐啊，怎么做啊，做了以后啊，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啊？啊，然后再跟他谈啊。你想想看，我们是老人家，嘿，坐到公车，人都讲嘿老人很，不应该坐呀，对不对？啊，你想想看，现在还有人愿意陪着你打坐，啊，还听你的话，啊，你会不会觉得很愉快？你就会觉得很愉快。所以呢，
你因为把这件事情当成你一辈子永远不变那个信念，那么你呢就是这样一直的走，一直的走，一直的走。大家都知道，成功的人一辈子大概只做一件事，所以他成功了。可是怎么让台湾的年轻人最让人家担心，就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一年可以换24个头家啊？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很敬业啊，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年轻人，我把老板坏啊掉啊，我就问他，你何德何能坏啊掉你的老板？你的老板他的公司他的工厂现在在不在？他说在啊。我说啊，那你就不是被不是把老板坏啊掉，是你呢被你的公司被你的老板把你坏啊掉啊。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是哦，他是站在他的角度哦，所以他站在他的角度去认为他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你想想看，这个社会不是只有你，这个社会是大家一整体的啊。所以我曾经跟很多朋友讲，我们一定要懂得共同一法身。什么是共同一法身？也就是我们常常了解我跟我周遭的环境是一个整体哦。我记得大概30几年前，我跟泰国的一个师父啊，因为大家承蒙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他呢跟我讲，他想要办一个学校啊，希望我能够协助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让我的学生呢跟我一起去协助他办这个学校。那办这个学校的时候呢，人家捐的那个土地好大的一片，那我们那一天呢，大概差不多师父我啊，另外大概还有其他的8、9个人啊，我们因为看那个山地啊，结果看啊看啊，晚上啊就没有办法下来啊，就住在那个山里边。那住在山里边，那一天晚上我知道说要住在山里边啊，我就跟师父讲，我们今天晚上啊，大家用那个毛巾拿起来啊，我就跟师父啊，师父还不好意思啊，因为他拜托我帮助他办学校啊，结果他说好，我也把毛巾拿起来。我说啊，我现在要喝水啊，我就从那个就是学习古代那个什么，像弘一大师一样，你喝那个泉水啊，但是呢我们在喝的时候是用那个，我用那个手巾啊当作过滤啊，我就喝那个泉水啊，结果师父他也喝啊，其他人当然就不喝了。结果他们呢到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那个被蚊子叮得一塌糊涂啊，因为山里边那个蚊子很多啊，被叮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师父跟我两个人呢，我们两个就躺着，因为怎么样，白天太累了啊，结果晚上躺着啊就睡着了啊，睡着了以后我们两个醒过来，天亮了啊，其他的这些人就说哎，奇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被蚊子叮？因为一方水养一方人，当你要住山，你们以后要知道啊，包括我一些学生，你们如果说南仲以后要住山，一定要刚开始要学习几天，你呢就是要喝当地的水，
你喝当地的水，然后呢，蚊子一叮，它一闻，它还不必叮，你喝的是跟它喝的水是一样，它会把你当自己的主人，所以它就不叮你。啊，如果呢，它一闻，你喝的是自来水，你喝的是矿泉水，它就马上叮你。啊，像这种经验呢，你们大概一般人比较少。像我是因为常常经常世界各地跑，如果有时候我发现说，我们到一个荒郊野外啊，晚上呢没办法回去，那通常我会先啊，但是恁会记得哦，你出门在外，胃肠药一定要带，因为当你喝那个山泉水，你大概通常。第二天都会身体不舒服啊，但是你赶快把药吃一吃啊，就没事啊。然后呢，你那个地方啊，像我陪着我的学生到泰国去教书，那我很多学生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还好，到第三天差不多开始红肿，全身都红肿。有一些学生呢、红肿到没办法，就只好去看医生。那有一次有一个林教授啊，他也是医学大学里边的博士，那他呢那一次他也去啊，他就跟我讲啊，你呢那个笨，我就告诉他我是先喝山泉水，他说你那个叫做笨方法，他说现在不用了，我现在开一些药啊，你就吃这些药，我有带啊。结果呢我也没有吃他的药啊，他就吃他的药啊。我的学生呢第三天大概都开始红肿了啊，就怎么样啊，我就跟他们讲说忍一忍啊，很快就过去了啊。那个林教授呢第四天第五天他还跟我讲，你看我这个药有用了，我看了你的学生干脆就吃我这个药就好了。结果到第六天的时候，他虽然吃了那个药，但是还是开始怎么样红肿。为什么？因为那个外面的炎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你呢从里边的体质去改变，但是外面蚊子在叮你的那个情况不改变的话，那你永远没办法。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很清楚，我们跟周遭是共同一个生命的共同体。那大家如果了解到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面对任何环境，你一定要先学习不变随缘。我那个从事这个工作，那一个决心，那一个理念，那一个价值观，我永远不改变。那也因为你永远不改变，那么你才能够去随缘。像我们年轻人，他现在呢，就是常常以他的喜欢不喜欢，以他的情境，以他为起点，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去掌握住那个不变的东西。你想想看，我们生命里边它最可能受到影响的是我们周遭的环境都在变，那我们周遭的环境在变，那我们要怎么不变呢？你就是要超越你自己的这些困境。好像心经告诉我们，无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无色声香味触法。好，那无是什么？你有没有眼睛？有啊。啊，为什么佛陀会跟我们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眼睛除了那个肉眼之外，我们还拥有天眼，你看，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所没有看到，你现在不用功，你未来大概没什么出息，因为最少我们有那个天眼，对不对？你看我们当老师的还有那个慧眼，你假定不这样做，你可能会以后会遇到了什么。所以二圣圣人的那个慧眼，那种不同角度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因为那个不同的角度就告诉我们，我们世界它是不断的在变化，那么你能够去体会到那个不断的变化，那个才是真理，那么那个就是慧眼。那我们眼睛有没有那个慧眼？有，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从那个角度来看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说举一反多少，反三，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常常说，哦，这个人好厉害，举一之十，只有跟他举一个例子，但是他已经知道十样东西，那这个就叫做慧眼。好，那其他的我不再解释。那佛陀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无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眼睛有没有看到外在的现象？有，但是外在的现象有时候并不是只有用肉眼来看，你有时候要用天眼来看，有时候用慧眼来看，有时候用法眼来看，有时候你必须要用佛眼来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你要了解老师他的动作，其实不是他的现象，他现象背后他长远的期望是什么，他期待的是什么，跟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期待啊，父母亲的期待可能是天天就是健康快乐，但是我们做老师的，我们的期待是这个人他以后能够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所以我们所做的常常是 外人所没有办法去体会，不是手机可以拍得出来啊。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慢慢去懂这些，你呢就会慢慢的发现说，哦，原来因为我们不变啊，所以呢你那个良知良能能够清清楚楚去坚持。那么这个环境它是在变，那这个环境怎么变，我们要我刚刚说的，你必须要转世成智，对不对？你呢顺着它，我们没有力量去控制它，但是我们可以去超越它，对不对？我们没有力量说我不看，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可以超越，我可以跳脱我现在所看的，我可以看到你那个动作的背后，我也可以听到你讲这句话，你弦外之音啊，像这些呢大家经常这样不断的练习。那你能够不断的如此训练你自己，你才能够达到那个不变随缘啊。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这样练习这些不变随缘。那接着呢，我想我们就再介绍第四个，也就是大家要了解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现象它都是生灭性，那只有一样东西它是一个真如。什么是真如？好，我们用牛顿的三大定律来说，什么是真如？万有引力，对不对？好，那万有引力它是一个真如，那万有引力是谁在造作的？没有，它是自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也体会到这些。你看老子在道德经他就讲了，人华地，地华天，
天法道，道法什么自然，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哦，咱人哦爱常常学习怎么样，怎么样才会变成有价值的人啊？有价值的人就要像大地一样，大地是什么样？它可以帮我们无条件的承担，对不对？你想想看，所以大地叫做普德，普呢就是平等，德呢就是它同时给我们承担啊，给我们长养万物，让我们都可以从大地里边得到啊吃喝玩乐，对不对？所以它普德。那大家想想看，我们在修行，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练习？尤其我们当老师，我们有没有普德？有没有学习大地？大地它是平等心，那我们对学生有没有平等心？大家一定要经常想一想，对不对？这个学生他家庭环境很好，那是表示他们家祖先积功累德啊，所以那个厚德载福啊，所以我们赞叹他。但是在教学的时候，要不要去说多教他一点？不必，对不对？那这个学生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差，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可能过去是做了某些缘，让他有一些业，那因为这些业让他现在的医报环境不理想，那么这些环境不理想，哎，我们是一个老师，我们要学习大慈大悲，所以我们对学生的照顾那是无微不至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当老师真的是很爱学生的，我们的学生没有办法补习，我们都不必跟他说补习费，然后他要去考试，我还跟我的一个学生讲，还去跟他的妈妈商量，你小孩子读初中啊，后摆好去考师范，较早师范拢免钱，对不？啊，我就跟他讲，伊初中三年注册费啊，通勤迄月票的钱拢我甲出。啊，以前我们当老师就是这样，对学生都是无所期待啊。你会想说，啊，我甲出，啊，我甲栽培，后摆这学生爱对我安怎？我告诉你。这个学生现在有没有跟我联络？啊，他很接触啊，啊，我也知道他是谁啊，啊，但是他也没有跟我联络啊，啊，但是他没有跟我联络，我也就很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他表示说过得很好啊，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我们以前当老师就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学习普德，对不对？德，你好人。我给你能够衣食住行，你是坏人我也照样给你，对不对？我不会有分别心。所以学生好坏，那么他是他的眼，我们当老师的是要把每一个学生带上来，那个才是我们的职责。所以人法地，那地要法天，也就是说我们要教学生什么，你要分清楚那个因缘世界，对不对？是春天，你就是要教学生，哎，这个时候爱安怎爱播种，哎，你若要种迄哦，在下种菜瓜，春天都爱种；啊，你若要种迄蒲啊嘛，是这种都爱给你种；啊，你若种什么啊，啊，所以你要时节因缘要拿捏，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要教学生。你呢一定要抓得住时节因缘，那时节因缘很重要、哦、我们现在在座也有一些人跟我一样退休了，我刚刚跟各位讲，我退休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我退休啊？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我每天呢、啊、还是在 LINE 啊，安排每天呢、啊，你在那个脸书里边也常常看到我的文章。你看到你喜欢用搜索引擎，你打杨永庆三个字，大概好多的文章就会跑出来，对不对？
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手机变成你必要的一个工具，那你会不会善用它？你看，我都会逼我的学生要用100种以上的软体。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假定我现在呢，那个手机还只是拿来了当作电话来打，那你想想看，人家早就已经搜索了好几次了，人家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看了透了好几遍，结果我还在找资料，那你那个速度你就永远赶不上。所以因缘时节，我们一定要掌握住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你该要做好的，你呢就是要把它做得恰到好处，而且你要学得很好啊。所以像这些，那这些都是有为法，所以呢，天法什么道？什么是道？就是从有为进到无为啊。所以有为法入于无为法，那个就是道。那什么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大家都知道，佛开悟以后在菩提树下，他第一部经是面对法身大士而说。那法身大士是谁？就是指这些大菩萨。那这些大菩萨为什么我们叫他大菩萨？因为他呢已经住于空性，也就是我们实性位那个都不算哦，实性位那个就是明智位哦，啊，那个不算菩萨。那另外你能够实住，然后实行位、实回向位到实地位，那么这四个总共有40个位阶，然后加上一个那个等觉菩萨，我在讲义里边都有，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自己看讲义。然后这41个法身菩萨，有时候有的人讲42位，那就是把妙觉也把它加上去啊。其实我们一般都是讲41位啊。那么这41位其实呢，他们住在哪里？住在法性身，也就是他们住在空性上。那住在空性，为什么他能住？因为他已经跟他变成一个整体了，也就是我们用心理学来说，其实它就叫做人格化了。也就是我们学佛以后，这些你不能够让它永远只是成为我们的知识，你必须要把这些知识呢，你所学的透过解行，然后呢不断的锻炼，然后慢慢的进到你自己的人格特质，成为你的人格。那这样你就住在法性身。那法性身第一位呢，我们就叫做初发心。所以各位常常说初发心成佛有余，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样，常常这样锻炼。那么锻炼让你的心性是住在一个法性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已经入了那个无为。好，那从这个地方，这个无为要从哪里展现呢？是从自然。所以道法自然，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修行，其实呢怎么看，是看你呢吃饭有没有很自自然然，对不对啊？你做事有没有自自然然？你跟人家在相处为人处事有没有自自然然？如果你还在那里扭扭捏捏，哎，今天我们难得看到某一个人啊，请你上来跟大家结缘几句啊，你就在那里扭扭捏捏，要上去啊又不上去，那个就不叫做自然，对不对？那个叫做啥？给线。
对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学习哦。我们真心学佛，尤其我们是当人家的老师，那么你呢一定要很真诚哦，对不对？该你讲啊，你就不要客气，你麦克风拿起来，你就开始把你的理念拿起来跟大家分享。啊，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你该下台。啊，所以这时候不要舍不得。有什么舍不得？有一天你该走了，你还是就自然要走，对不对？没有舍不得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你呢一定要学习这样很自自然然，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去感受。当我们以前是被尊师重道，以前我们的待遇还算不错，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变成社会一个新的一个弱势团体，然后我们现在又变成一个不是被人家很重视的一个职位，那像这样我们怎么办呢？哎，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过去的事你全部把它丢掉。以前你当老师，你呢走路走大门，对不对？然后照相站中间，然后吃饭坐前面的首席。我告诉你，那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呢，你只是一个职业啊，所以呢，你跟大家都平等平等，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哎，请问你，你做什么啊？我都只好做老师了。啊，你莫惊排泄哦，做老师有啥物排泄？我无敢唱，也无敢吐，对不对？而且我还像胡鲁贝尔说的，我还是爱跟榜样来作为这个世间的一个标杆，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本着那个爱心，我们的爱心不退。我们作为世间人的标杆，这个标杆不退，对不对？经常这样练习，那你能够很自自然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你那个念头千万一定要不变啊，但是要随缘，对不对？怎么想，然后你自己怎么做，对不对？过去心不可得，那我们面对我们现在啊，至于未来，未来是要不高矮了，对不？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我古早吃番薯，我嘛是咧过三顿。你现在把我打成罗地板，我嘛是要过三顿。以前我待遇再怎么好，我晚上躺下来三笑六笑。啊，我现在呢，我躺下来一样还是三笑六笑啊，也没有少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呢？不断的这样的自我来勉励自己，来真正的去肯定，肯定什么？我们一辈子是最有意义的。我为什么跟各位这样说？我有很多的朋友啊，我自己呢曾经当过学校的老师，我教学的经验可能跟大家讲起来，我涵盖的面比较广。我当过小学老师，我唯一没有当过的是国中老师。啊，我当过高中老师，我也当过大学老师，我也当过研究所的指导教授。那除了这些之外，我还当过什么？公务员，对不对？啊，我当过公务员里边，我嘛做个专员，啊嘛做个督学，啊我嘛做个黑哦在下协管科长，啊嘛做个黑哦在下诶秘书，啊嘛做个教育局长。你想想看，在我的一生里边，因为我从来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固定，唯一能够固定的就是我不变的心，我生命。
来自于十方，我的生命来自于大地。你想想看，现在空气要是没有，我马上走了，对不对？阳光要是没有，你三天不没有阳光，每一样东西马上就错掉烂掉。所以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你看，来自于天，来自于地，对不对？来自于所有的人共同来成就。所以我曾经跟各位也分享过，我们没有为了喝一杯牛奶去养一头牛，我们也没有说为了吃一碗饭自己去做菜。像你们在座里面，我是当过农夫哦，我跟国中也要在等于初中二年级，我才决定我不当农夫。那么我初中二年级以前，因为我读小学一年级啊，然后我爸爸跟我的想法都一样，比较执着。那时候我小学读一年级，我们那一班55个，啊，55个里边有2个那个残缺，啊，一个智能不足，啊，结果呢，儿童手册一发下来。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村子里边有一个同学叫做杨信富，啊，每一次考试他都70几分，啊，我每一次考试都是10几分。然后呢，我拿那个儿童手册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问我：“啊，你考得怎么样？”我说：“我比杨信富好。”我爸爸讲：“啊，是安怎？”我讲他的名次是排17，啊，我的名次是排52，我比他较悬。我爸爸第一句话的啊，空庆就是空庆。所以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成绩很烂。啊，因为我自己很亲身的感受到学不会。啊，因为我有语言学习障碍啊，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不知道啊，所以那时候老师讲什么我都听不啊，所以陪公子读书很辛苦啊。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你们都不晓得逃学哦，我很拿手，翻围墙我也很拿手，对不对啊？然后呢，常常早上到学校啊，人家同学都回到家啊，我还没回到家，因为我都还不晓得说这个时候应该放学了，应该要回家，我都还不晓得，还在玩这样啊。等到我爸爸妈妈这样各地这样找啊找啊，然后才找到啊。所以我父亲他就认为我应该要种田，所以我父亲呢，他还跟我们家有4个兄弟。啊，我父亲呢就跟我大哥啊，还有我老三啊，跟老四，他们3个人讲：“啊，您二哥啊，你对你的啊都空无法度啦。啊，那空啊，咱到即阵干那有法度通好伊的，就是啊，无法产你卖分啦，啊，拢总好伊去做。”啊，我大哥呢，我弟弟呢，他们都很好，都好好好啊。所以我从小呢就开始在种田啊，就是这样。那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我很清楚的了解，真的不会读书的人很痛苦耶。那我当督学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正在那个重视那个特殊教育，就是智能不足的教育 啊，还有那个智乎优异啊，反正特殊教育有很多类 啊，大家就会慢慢的去体会。当我看到了很多人跟我可能以前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升学班啊，还有那个就业班，每一天上课的时间几乎都不同，
然后呢，我自己是从那样的一个环境长大，所以我了解很多不会读书的人他们的痛苦。所以我当督学，你想想看，大家都要当四岛七督学。为什么四岛七督学？你们当校长的很多人都知道，你那个初评那个甲等乙等啊，那个都是四岛七督学第一个填的啊，所以他们拥有潜力啊。但是呢，我那时候人家最不愿意担任的就是那个特殊教育辅导活动这两样，那么这两样几乎是督学最不喜欢担任啊。我做三当也都好啊，这三年我都是当特殊教育跟那个辅导活动。那辅导活动我那时候就一直很重视个案，然后呢特殊教育我就一直很重视这些智能不足的应该如何透过我们的教育措施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很清楚，像我一生在成长的过程，我是因为没办法念书，我种田啊，但是呢我也不晓得，所以有一天忽然间我看我自己的舅舅那个有那个什么讲话口疾啊，他在讲话的时候、啊、他就阿King、哦、他就常常这样叫啊，我就常常看他那个嘴唇的动作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学习他那个嘴唇的动作啊，结果我大哥就骂我，你又笨啊，现在又要变成口疾啊，这怎么得了啊，你是去跟谁学的？我说没啦，就跟二姑学的啊。结果我大哥呢，因为他当老师，他就马上跟我讲啊，那再好，你看他的嘴唇啊，你就可以感觉出他要讲什么吗？我说可以。他再来那个音声要发什么，我大概可以。他说啊，那你这样好啊，那你就学习这个。因为我以前四个音节第三个音节我耳朵是没有办法听，我就是那个语言的障碍，第三个音节的障碍。所以后来等到我克服了这个障碍以后，我才发现说当时读书那么简单，你要背两三遍，我给我看过，我就这样对头给你念到尾，我可以从后面又帮你倒背回来啊。所以后来你想想看，当这个环境，当老天爷，尤其华严经佛陀他讲，要是没有佛的地方，他一定会有佛发心，让这个环境佛威神力故啊。当你假定在这个环境里得不到，我告诉你，你不必担心，你呢在另外一个环境佛菩萨就会给你啊。当我可能曾经因为自己聪明而笑了人家，结果感得的果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读书，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有语言学习的障碍。但是有一天我不被这个障碍打破，我还是不变，但是我能够随缘，所以我这样一直的坚持，等到有一天我才忽然间发现，我年轻的时候不要读书啊，会浪费的时间啊，结果呢哎，佛菩萨的威神加持全部帮我恢复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想想看，做老师你可以积功累德，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你自己准备的越好，你就会教的越好，你自己越充实，你的学生就会得到越多。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他的那种殊胜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语言来代替，他也不是社会尊敬不尊敬你，因为那个是情绪，那个是没什么意义。
也不是那个金钱可以帮你框住，对不对？那你能够坚持下去，我告诉你，你呢自然而然会因为你从事这个工作，感得你的一生非常的愉快。你甲看，像我这老啊，啊每天讲话啊，但是安尼越讲嘛是越高兴啊，讲到那个喉咙都长茧，哎、啊，医生讲你上好都卖个驾车了。啊，你唔是退休啊？我讲是啊。啊，你退休的时候，啊，你喉咙的驾车哦，这样那个毛病拢都出来啊。我讲唔是出来，搁再更严重，对不对？尤其啊，前两天天气太热。然后呢，更不舒服啊，所以今天讲课啊，声音比较不好听啊。如果有对不起各位啊，也请各位多多的包涵啊。但是呢，当我们面对我们服务的工作环境不好，我们的待遇被减了很多的时候，大家绝对不要去泄气，还是坚持。当这个现实的人生不给你的，只要你努力，佛为神力故，他一定会给你更多。那么用这句话来做今天的结语啊，也谢谢各位。任意杀生，险寻短见。刘先生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所以从小就常常喜欢抓昆虫来玩，甚至经常伤害小动物。你看，我捏了一只小鸟，漂亮吧？这有什么？看我捏了一匹大马。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捏个比你们更厉害的大象。啊，毛毛虫！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毛毛虫啊？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去玩吧。对呀，我们快离开这里吧。哼，我们怎么能让这些毛毛虫吓跑呢？你们等我，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吧。过没多久，刘小弟弟便拿了扫把和火柴，将那些毛毛虫扫在一起，然后再用火活活地把它们烧死。嘿嘿，烧死你们这些可恶的毛毛虫！天啊，你怎么能把它们烧死啊？这样很残忍耶！它们是害虫呀，我烧死它们是应该的，有什么好残忍的？刘先生小时候还经常捅蜜蜂的窝，得到蜜蜂的蛹后就一条条活生生地吃掉，认为吃它们很有营养。
你们看，我这里有个好东西。哎呀，这不是蜜蜂窝吗？这哪算什么好东西啊？就是嘛，蜜蜂窝有什么好玩的？你们不知道吗？这里面有好吃的东西哦。好吃的东西是蜜蜂吗？才不是呢。那是什么呢？你赶快说呀。你们看，就是这个。啊，你要生吃蜜蜂的宝宝啊？你不知道呀，这个很有营养的。刘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一回他与朋友们去山上玩时，发现了一条蛇正往一个洞穴里头钻。啊，有蛇！在哪里？在哪里？你们看，它在那里。哇，这条蛇可真不小啊，大家要小心点哦，不要被它咬到了。不就是一条蛇吗？有什么好可怕的？看我怎么把它打死。还想跑？看你往哪里跑。那条蛇正要钻回洞里的时候，却一不小心把自己卡在了洞口。年轻的刘先生便用木棍使劲地打它，然后又将它从洞口中拉了出来。我看你还往哪里跑？你跑不了了吧？你别打他了，他都快死了。是啊，他太可怜了，你就放过他吧。放过他？那怎么行？村子里可是有人会买这条蛇的，我要把它卖掉，就有钱可以买好吃的东西了。年轻的刘先生把这条蛇卖给了村里的人，拿到钱后便去买了包饼干回家吃。儿子，你怎么有钱买饼干吃呢？妈，我今天打死了一条蛇，我把那条蛇卖了换钱买饼干吃。儿子，你怎么能杀生呢？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了，杀生是很大的罪业，它会让你丧失作为人应该要有的慈悲心，甚至还会害你遭到报应的。哪会遭到什么报应啊？妈妈，你又在骗我了。不准吃了，你如果不听我的话，继续伤害那些小生命，妈可真的要处罚你了。年轻时候的刘先生并没有将母亲的劝告放在心上，他仍常常伤害小动物，例如抓蝌蚪、蚯蚓来喂养鸽子，或是抓蝗虫、蟋蟀将其五马分尸，他还抓小鸟、泥鳅烹煮来吃。刘先生小时候任意杀生，终于在长大后，杀生的果报开始一一降临在他的身上。成人后的刘先生从来就没有开心过，而且经常莫名产生自杀的念头。小刘，你下班了啊？是啊，张姨。张姨，小刘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啊。还好吧，小刘就这样，一天到晚都摆个脸。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来没见他笑过。跳下去，跳下去吧，跳下去就解脱了。我这是怎么了？难道只有死才能解脱这一切吗？一位学佛多年的邻居发现刘先生似乎背负着很重的杀业，于是便来劝导他多多拜佛并行善。刘先生这才渐渐醒悟，原来自己之所以长期闷闷不乐，莫名的烦恼痛苦，都是因为缺乏对生命的爱，以及过去杀业太重的缘故。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我小时候因为好玩而伤害小动物，竟然会是如此严重的杀业。哎，当初我真不该没听我妈的话。我现在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一天到晚惶恐不安，就像活在火堆里一样。虽然还没有下地狱，但是生活已经如同是在地狱了。小刘，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多多行善积德，放生、护生、弃恶从善，只要善业的力量强大，从身心彻底完全改过，一定就能挽救你的困境。就这样，
刘先生开始真诚地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行，经常放生，广行善业。也因为他从心底踏实地常养慈悲并付诸实践，渐渐地他的心境竟随之好转起来，不再郁闷。